书儿女情长，忠义两全。敬请收看名家书场。天光还没怎么亮，夫人送着他不敢走卧虎山的前山，走后山绕山路，到了山口，难舍难离呀、啊。夫人走几步劝几声，走几步劝几声，最后薛刚挺身站住了。夫人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回去吧，千万要保重，把孩子抚养成人。将军，我还有点事儿跟你说。哦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夫人脸一红，把头低下了。实话对你说，我已身怀陆甲。什么叫身怀陆甲？怀孩子了。现在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，不知道是男是女呀、啊？我得告诉你一声。哦，有这等事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因为这事情缠身，我也未加注意啊。这你更得注意身体了。是啊，这个事儿我要告诉你。那么你这一走，不知道还不能见着，还是见不着？我心里没底呀、啊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给孩子留个名字是最好。你能不能给起个名字？名字，这样吧，你要生个女儿，女儿随娘，你随便给起个名字，叫什么都可以。如果生下男孩，乃是薛门之后，他就叫这个，叫，哎，薛刚往周围一看呢，遍地葵花，长得那葵花呀。这样吧，如果生下男孩，叫取名薛葵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记下了。夫妻二人是洒泪分别，夫人请回，来日方长，任邓班安飞身上马，一点马的后胯，啪！走了。哎呀，季鸾英站到高坡处看着，一直看丈夫没了影了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哭着。回了卧虎山，卧虎山的事儿咱不说，单说薛刚，那心呢、啊？心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恨不能一下飞到长安州城府县，河路码头不敢过，要想过，半夜三更，夜深人静才敢过，怕人家发现呢、啊。尽管化了妆了，那也不行啊。防范万一，哎，这天他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一个小山村。小山村呢有一个小镇店，这个镇店也就是60-70户吧，还有2家小饭馆。看来这个饭馆就是给过路人准备的，卖一些粗粮。谁有钱能在这吃东西？人家不稀的吃，没钱的人吃好东西吃不起。所以已经粗了范儿，那也行啊。薛刚觉着饥肠辘辘，在这吃点东西吧。再靠右手这个小饭馆前头，把马带住，来，哎哎，甩蹬下马，抓着丝巾，往周围看看，没有可疑的行迹，这哪来的官人？也得预防坏人呢。看了看。出来偶尔的有走路的，剩下呢打柴的，要不就是山里人，
谁对他也没注意，把马拴好了，进了饭馆了，把着门这拉把椅子坐下了。伙计过来了，可也想吃点什么，你们都有什么？稀粥烂饭呢，我们这儿有小米粥，另外还有大眼的窝头，还有饼子，另外还有粗面的馒头，您要实在爱吃呢，还有那腌鸡蛋、咸鸭蛋什么的。行行行行行，不喝酒啊，每样都给我来他一斤。一会儿摆了一桌子，薛刚啊饿了，狼吞虎咽，时间不大，吃了个风卷残云，是勾满豪瓶。妥了，一算账太便宜了，20几个老钱，把钱给了。哎，心说行了，这回我再上马，一口气儿我能出去150里地，越来离这京城越近了。他出来解马的这么个功夫，就听前边那边那个饭馆一阵大乱，打打死，哪来的一种打，呸砰的呸，一看打起来了。本来这个地方就不大，他牵着马就来到出事地点，一看20来个小伙子，正好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，还有两个拿着棒子的，那棒子虽然不粗，劈头盖脸的啪啪啪啪啪。有一个50来岁的人，个儿不高，穿的也一般，站在一块石头上在那叫号，打打死他，扔山沟里去。哪来的野种，吃饭不给钱，嘿嘿，你想什么的打。你说这么打不得出人命吗？薛刚通过空隙一看，地上躺着个大个子，双手虎抱头，把脑袋致命的地方护住了，躺了个元宝壳，脊背交给大伙了，屁股交给大伙了，打的那医生都开了花了都。这个人是一动也不动，还打的屁啪啪。薛刚本不想管闲事，又一想，见死焉能不救，我成什么人了我呀，高喊了一声，住手，别打了。他觉着伤还不高，就好像半悬空中打了个霹雳相似。在场的人为之一惊，啊，谁这么大声？哎呀呀，我这耳朵，这回头一看，一个黑的个，戴着大帽，挡着上半截，这还有点胡须，看不出来能有多大的年纪，穿青挂皂，大黑马，戴着褥套，鼓鼓囊囊的，里边还装着家伙。一看外来人，那个年月一见外来人呢，他害怕，再一瞅这位相貌堂堂的，背不住是当官的，化妆改扮的，回头瞅那个叫号的老头，那老头从石头上就跳起来了。哎，我说这位，您还要管这闲事，趟这浑水不成？我说老头，并非如此，这怎么回事？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在这儿路过，焉有不问之理呀？他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你们怎么这么打他呀？莫非把人打死，你们就不偿命吗？啊！哎呀，英雄好汉，您要问呢，那就跟您说，您知怎么回事吗？您这人太不讲理了，他也是外地来的人，也是在我们这儿路过，进门就要吃饭，吃吧，我们是卖饭的，想吃什么给他做什么，
想要什么给他端什么，结果吃完了把嘴一蹭转身就走。我说爷您给评评这个理，做买卖讲买讲卖，我们小本经营啊，要都像他这样，我们这买卖开个什么劲儿，我们就得喝西北风啊。所以我们的伙计过去就把他拦住了，说大爷您还没给钱呢。哎，跟他一说他把眼一瞪，我没钱。像话吗？没钱也行，出门在外也许一时没注意没带来钱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，家趁万贯还有一时之不便，你要说几句客气话欠个账也可以。我说这位性如烈火，三说两说伸手就打，把我们伙计的槽牙都给揍掉了。你太欺负人了，我们是忍无可忍，这才把我们的乡亲们都给找来，这才动手打他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您说这事儿怪我们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是掌柜的啊，哎呀，为了一顿饭就这么揍他也不应该，是不是呢？我担心打死人得偿命啊。你看这人都不动弹，大概是凶多吉少吧。这一句话把老头提醒了，老头刚才光顾生气了，是吗？哟，真的真打死了，你这打官司那是人命关天呐，有点后悔，分开众人过来了。我看看啊，伸手摸摸鼻子嘴还有热气儿没有，这一伸手不要紧，这位挨打那主在那躺着，元宝科的形式往那一趴，这手刚一伸过来，这位乐了，要咬人家手指头，我的。没事儿哎，这位一咕噜声在地上站起来了。这一站起来，薛刚抬头一看，好嘛，比自己能高了一脑袋，比自己还宽着许多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呢，面赛黑锅底，跟自己黑到一块儿去了，浓眉毛大眼睛阔口咧腮，但是五官忠厚。穿的衣服本来就不怎么地，后边都开了花了，闹了半天，那身底还压着个包，还压着一条棍子。一瞅这棍子，有压卵出戏呀、啊，混铁凝钢制造的。哎，他没还手，还真就不上来。薛刚看了一眼，朋友，把你打坏没？打什么坏？我这两天皮子可刺硬了。连澡都没洗，让他们捶我一顿可好受了。我正在这好受呢，让你给拦住了。薛刚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整个一个贱种哦，揍他好受，我这何苦来的呢。掌柜的也乐了，哎，我大爷您听见没，滚刀肉，您说这怎么办？薛刚看了看这人挺喜欢的，一听说话的意思有点二百五。二百五您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有点啊，傻不傻，捏不捏，愣不愣的那么一个人，看着他怪有意思的。这样，掌柜的，他吃饭得多少钱？不多呀，全算上20个老钱，另外把我们伙计给打了，把你们伙计给打了，你们把他也捶吧一顿，就两顶账了呗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别打了，不就是这些钱吗？我给1两银子，我替他给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哎，五湖四海皆朋友。等等，薛刚拿出块银子掂量掂量，1两挂零，怎么样？这块银子算饭钱，行了吧？哎呀，多谢多谢，您真了不起，谢谢。我猜黑了，把钱收了。另外，掌柜的，我再跟你说点事儿。你看你把这人揍得这样，虽然他身上没受伤，这衣服太难看了，你还得包赔套衣裳行不？
有没有合适的？你给找了一套，这点钱够吧？啊，够够够够，医生能值多少钱？好好，我马上去找去，找那个儿大的，管上好坏呢。找了一套轻衣服，给这主穿上了。这人穿完之后了，还挺高兴，还打不了？打够没？没打够，我趴在那儿接茬打。打够了，我可走了啊。大伙一乐，走您的吧，你遇上好人了。不遇上好人，今天把你锤巴扁了。哎，走了，拎着包把大棍子捡起来，迈大步就走。哎呀，薛刚心说这人真有意思，我帮了你的忙了，连个谢字你都不会说啊，这不是个250，好坏不懂吗？正在想着，这大汉往前走了一程，想起来了。一转身又回来了，对，棍子放下了，是您帮我的忙吧？您替我给的银子，你是我的恩公，恩公请上，受我一拜。这才想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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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哎，往后啊，吃饭得给人家钱，没钱没关系，说点客气话。你说你招来这麻烦，这是何苦的？我实话跟你说，我钱全花光了，实在是无钱可付。不给钱是不对，但是我肚子饿得慌。我一琢磨着，我宁愿吃一顿饱饭，挨顿揍，这也值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好，贵姓啊？免贵，我姓李呀，我叫李大勇。这李大勇问薛刚：“我大爷，您多大岁数？”你说怎么叫大爷呢？薛刚粘的胡子，您听明白了。薛刚也乐了：“我呀，等一会儿再说啊，咱们离开这个地方再走，一边走一边说。那好，结伴同行，走一个方向，出了这个小山村了。薛刚也没骑马，牵着马。”跟他边走边谈，他就问：“刚才我问你半截儿，你贵姓？”薛刚看看周围没人，他傻了吧唧的，糊弄他于心不忍啊，压低声音：“免贵，我姓薛呀。”哦，薛，你姓什么？姓薛，姓薛。哎呦！姓薛的倒了霉了，全国有不少人把姓都改了，明明姓薛，改成张王李赵啊，隐姓埋名啊，怕吃挂烙啊。你还敢说你姓薛？你真不善。哎，我听咱俩口音还差不多，你祖居是哪儿的？薛刚点点头，我祖居啊，山西绛州龙门县的人。哪儿的？山西绛州龙门县。嘿，老乡啊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啊。我也是龙门县的，你这巧劲儿，哎，还遇上同乡了，哎，我太高兴了。哎，薛刚一看这人口大舌长，那么你也是龙门县的，你上这儿干嘛来？朋友，我跟你说吧，我也没出过门，长这么大没离开家乡的门，这回我娘让我去烧纸去，我娘让我出的门，给我开了个地点，结果我也没注意揣兜里头了，走到半道你猜怎么的，出门在外水土不服，闹肚子，结果一出宫吧，没手纸，我就拿那玩意儿擦屁股了，我忘了，后来再找找不着了，我也记不住在什么地方，我就转咒了，东一头西一头的，这不就撞到这儿来了吗？遇上你了。哦，你上哪儿烧纸去？上这，上哪儿？上长安城啊，八水长安呢。在山西上八水长安去烧纸啊，
给谁烧纸？你什么亲人在哪儿？大汉往左右看看，朋友，你帮了我的忙了，你好人呢，我不能骗你啊。我烧纸这主啊，跟我们家里是朋友，不是亲戚。我娘啊，就为他们可难过，天天掉眼泪啊。我是给那家烧纸去，实不相瞒，那家也姓薛。这个，你上巴水长安，给姓薛的烧纸啊啊！是啊，我娘说了，你到那块儿啊，如果你进不去，你千万别找麻烦，哪怕冲着那个方向，在城门那儿，你烧几张纸，哭几声，你再回来也行。我娘是这么跟我讲的。你跟老薛家什么交情？我说你这人怎么刨根问底儿？我本来不应当说你这人是好人，我都告诉你吧。我爷爷了不起啊，你看我这德行，我爷爷也是当大官的，姓李，叫李庆先，人送绰号花刀大将啊。我爹叫李成，人送外号神刀将。到了我这儿，我就不行了，我换成使棍子了。我们家都是当官的，我祖父那辈儿，跟那个薛礼、薛白袍、薛仁贵，冲北磕头、拔拜结交、生死的把兄弟，还有什么大刀周青啊、江兴本、江兴霸、周文、周武、薛仙图啊，他们九个人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。老薛家是这份儿大大的忠臣呢，就因为出来这么一个薛刚，劈死太子，惊崩圣驾，把他们全家400来口剁成了肉馅儿，埋到铁丘坟里头了，死的太惨了。消息传到我娘的耳朵里，我娘痛不欲生啊，想起来世一代，哎，世代的交情吧，好几辈子了。我娘心里难过，这才给我拿了2钱，叫我给老薛家去烧纸祭奠祭奠，要不老薛家没人了。哎，薛刚一听，好不惭愧，心说还得当好人呢、啊。好人有人惦记啊，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挡奸贼留骂名。真没想到，还真有人给我们家去烧纸。那不是普普通通的烧纸，那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没交情，能这么干吗？不是好人，能这么干吗？薛刚想的是点点头，看看左右没人。大勇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也姓薛吗？啊？我姓薛，我叫薛什么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在下就是踢死太子、惊崩圣驾、搅闹京城的薛刚。你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。薛刚才多大？你都长胡了，我这是化妆啊。拽下来了，你看看我才多大。你真是薛刚，一点不假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，离地3尺有神仙。我要骗你，我不得好死。哎呀，我的三绝主，我怎么遇上你了？哎呀，我的三绝主。那要是什么叫三绝主？咱们一再说这话，绝是绝位的绝。人家家里是王爷，哎，人家家那孩子都叫爵主，什么公爵呀、伯爵呀、子爵呀、男爵呀，跟那意思差不多。这是一种尊称。薛刚排行3，所以叫三爵主。两个人抱头痛哭啊！哎呀，亲热的不得了又不得了的。李大勇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擦擦。我觉着啊，你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
正抓你呢。哎呀，清查户口啊，到处一体严拿呀，我所路过的地方画影图形啊，画哎，就跟你这差不多少，就你这样，你要沾上胡子还真不注意，你要不沾胡子跟你这差不多少。我说你也要进京烧纸去啊，危险呐，太危险了，那要出了点事儿怎么办？哎，我罪孽深重，出事儿也是应该的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你都能想到去烧纸，何况是我呀，我是薛门之后，我犯了罪了，我不去我于心何忍。哥俩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去怎么样？大概我比你大几岁，你管我叫哥吧，嗯，我管你叫兄弟，咱哥俩手拉手去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，多了个帮手，结伴同行，一边走着一边闲谈，好吗？这李大勇把话匣子打开了，这一说这一笑，薛刚心中暗想，我增添了一条左膀。